línea. Hey honey. 南下. Otish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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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唱的? 谁唱?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迟到？所以就晚到了。对，我是你们的学霸姐姐啊，学霸，学霸，看出来没有？然后我要发一个动态。 你们觉得女生美图前和美图，就美图的差距大不大？ 发一下我的那个。
那个动态啊，你们看一下，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删掉吗？我的天，我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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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过分了。我不是发了上一条动态吗？对 Photoshop 你要学啊。我会耶，要不要提前教你？我不是发了那个上一个星期那个动态吗？他们来一句，我就发我画的画，8199，他们居然来一句有儿子了，大神把我 P 霸气一点，我想起那个图了。发了。小星星，请假了，谢谢九九的星星，谢谢九九的，你是送了50个星星是吗？别停啊！看一眼嘛，好不好看嘛？对嘛，不要停。欢迎游梁萌新，谢谢九九的闪耀的小星星。这么稀罕，不要再等待，我若是摇摆，还什么稀罕，我选择不来，你若不敢爱。厉害了厉害了，九九，我今天说一下，解释一下我的学渣风格。知道你有事儿，好的啦。了解一下我今天学渣风格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发现我特别不适合有学渣风格，因为我的气质里头就透露出了一股，我气质里头就透露出了一股好孩子的气息。再见，我们的舅舅。灰灰，有没有？啊！怎么翻了？好孩子御姐，对对对，我就是我的气息里头就透露出一股好孩子的模样，就是想假装一下坏孩子都没办法，对吧？啊，太白了这个。还是原图比较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今天也是一个神奇的人气时间，不行，我看一下，班花吗？是因为我这上面有花吗？